被挖成这样子，它整个挖掉了、啊。这一池看起来很夸张，污染严重，下面有人在钓，往上面走。这里有一池啊！哇塞，它就会昂起来，这水也退太多，那是鲫鱼吧？掉那边。看一下深度，希望别太浅。哦，还蛮浅，好像有一点深度，但是不会很深啊。都是啊，阿福啊，不过水是死水啊，这个鱼的活性应该很低啊。打掉活性喽，发胀了，发胀了，快没信号，到飞震机。两钩啊，
现在在那个冷冻的这边，我再加入鲫鱼饵跟这个香草粉，增加它的香味。这個、味道闻起来很特别，香香的，带有一点那个腥腥的味道。放到后面那一只大，鲫鱼，要把它放在后面那一次，后面那一大次。Hello， 换第三个钓点。